So our concluding panel is also our one and only panel in Mandarin. The experts will provide some insights from their experience about the bullion industry, the technology, and the latest events in the Chinese market. Please.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文论坛的一个现场。那么我是来自于 FX 168财经学院的副院长许亚新。那我们 FX 168财经集团，相信在外汇这个行业的话，很多人也都熟知啊。那今天我们举行这个圆桌会议，应这个主办方的邀请，我们圆桌会议的一个主题呢是2018年的这个亚洲外汇行业的一个展望。那应该来说，这个主题的话，还是时下我们设置的一些好几个问题的一个话题的讨论，也请到了几位非常重量级的一个嘉宾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论坛。那么，我想我本来计划是说我作为主持人我来介绍他们，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灯光打下来的话，突然间我改变主意了，我觉得让他们自我介绍吧，从我右边这位美丽的女士开始做一下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Invest Global 的 Wendy Tiao， 我是 Invest Global 的大中华区董事。Invest Global 是一家澳大利亚的流动性供应商。好的，李总。大家好，我是来自 Prime XM Pirelli 的 Lea 王，我是目前主要担任我们的亚太区的业务拓展。我们的提供一整套的一个技术方案，主要是针对机构性的技术解决方案。哎，大家好。我是香港英皇金融集团市场部的副总裁 Stephen。那我们英皇集团在香港是一个本土的外汇公司，黄金，还有地产、娱乐项目都会比较多的，稍后再跟大家慢慢介绍。好，谢谢 Stephen。那么我们开始今天圆桌会议的一个第一个话题讨论嘛。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咱们是在2018年年初，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其实市场发生了很多变化。尤其今天我是因为我不是在常住香港，我常住深圳。去年大陆地区或者说内地市场的话，出台了非常严格的这个去杠杆的一些动作。那么应该来讲，无论是银行行业还是这个监管政策上，其实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那我觉得虽然国内内地市场是在严监管，表面来看是在对整个银行业，包括对整个金融行业进行一个洗牌，但实际上也给了我们这个外汇行业带来一些影响和冲击。那么首先我先从我靠我这边最近的这个 Wendy 开始吧。您觉得去年2017年整个内地的一些监管政策的变化，包括去杠杆的一些操作的话，给我们整个外汇行业带来哪一些冲击和影响呢？首先我觉得不只是中国在实行这个去杠杆的计划，全球都在实行，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大家不要觉得是一件坏事。这代表市场，外汇的市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定，投资者对这个市场是非常有信心的。然后以前都是1:500、1:1000，经济上都是给的这个杠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家不用担心会遇到一些黑平台，这个平台会拿着钱跑路，以后会市场会越来越规范。而且经纪商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杠杆都会是在一个级别的。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在点差和交易执行上面。Invas 这两年一直在对点差还有交易执行进行优化，这是我们的 focus。好的，谢谢这个 Wendy 的一个观点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Steven， 就是说香港英皇集团，因为你们现在的这个也是跨这个整个国际市场，包括内地业务的话，相信也是你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您在您的角度，您是怎么去看待这个市场的一些影响和变化的呢？首先我觉得去杠杆化这个主题，其实徐老师本身肯定对这个话题是很有了解的，但是在我们的层面来看呢，去杠杆化其实对投资者的一个投资的资金呢，是在未来的时间里是更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首先杠杆大的倍数，我们会看到盈利的方式会非常的快，但是同样的亏损的方式也会非常的快。但是杠杆缩小了之后呢，我们的中心目的不是去把盈利的这个比例给扩大，我们的中心目的是把亏损的比例给放小，
所以去杠杆化在我的眼里面看来是一个如此简单的。那在其他的股票市场啊、银行的角度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基金公司的角度了、啊、那我就不多去讨论了，好吗？谢谢。好，谢谢 Steven 的观点啊。说到这个去杠杆，实际上这确实就像 Wendy 所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全球的一个话题，包括今年2018年，其实美联储本质上言它在加息缩紧这个货币政策的话，也是做这样的一个动作。我总觉得这个似乎我们内地是在事先架起这个防火墙，防范就是美联储如果你这个因为循序渐进的这个加息，我觉得它加到某一个程度，它会突破某一个界限，可能会引发一些新兴市场的一些崩盘的。现在其实讲心里话，我在做市场研究的话，我挺担心印度这个市场。许多人对于我们中国市场很担心，但是实际上我不担心，我其实挺担心这个印度市场会突然间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问题。那么我想要问一下这个Leon啊，你们其实作为你们来讲的话，你们也是市场上非常优秀的这个技术的这些支持商和提供商，那你们怎么去看待就是说一些监管的政策包括一些东西的话对这个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呢？ OK， 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技术商，我们是自己不参与交易这个行为的。那参与交易行为的话呢，会有哪一些，比如说经纪商或者是流动性提供者之类的，但是这整个是一个主流的一个有上下游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对经纪商或者LP 他们的影响，那无非就是对我们产生了一个间接的影响。那涉及到就是去杠杆这个操作还有他们的影响，我觉得首先我们先要来分析一下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去做这一块。那无非就是规范还有这个市场的一些政策的缩紧，无非主要是从保护交易者的利益出发。那交易者的利益，那比如说要怎么样去少的赔钱，要怎么样去增加风控，所以这个包括像现在的 MiFID II 新出台的一些政策，比如说让交易市场的透明化，信息数据的一个公开，这些全部都是最终是有利于交易者的一个利益的。所以它为什么政策会有一个收紧，我觉得主要是可能市场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所以哪些有潜在的风险呢？可能是这个行业突然骤增，然后参与者突然爆发，有很多人一下子进来这个行业，但是呢，大家对这个行业的了解并不是非常的透彻，只是一个盲目跟风的行为，所以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所以这个监管机构为了保护切实每一个交易者的利益，然后进行了政策的一个缩紧。所以他们是希望把这个投资真正作为一个投资的行为来进行操纵，而不是以一个更倾向于一个赌博性质盲目跟风靠运气来的。所以我觉得去杠杆还有包括监管政策的一个紧缩的话，长期来说是好，对这个市场有好处的，是一个洗牌的作用，所以大家并不需要恐慌。我觉得在今后这一块应该是维持市场稳定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发展。谢谢。好，谢谢这个丽艳的观点啊。其实说到这个去杠杆，我记得资本市场里面有一个段子，我以前听过，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个老话其实大家应该都听过，说只有当资本市场里面的潮水退去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怎么样谁在裸泳。但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啊，资本市场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人嘛，其实都是有好奇心态的。在潮水涨的时候，就有那么一帮人其实是喜欢偷窥的，也只有在潮水退去的时候，你才知道谁在偷窥。这偷窥者是谁呢？监管机构。我们很多时候在开玩笑说，监管机构在做一些游戏规则的制定，包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他作为一个裁判，他不能作为一个运动员，对不对？所以这几年这个监管机构做的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站不同的角度观点可能会有所不同啊。当然这个问题我其实第二个问题还是想抛给这个我们的王女士啊，就是Lynn，就是你们作为这个技术的这个提供商，就是说在成熟的发达的这个金融市场，实际上它的这个技术发展是非常高度重视的。那么对于你们来说，你认为在做这个市场里面所这个包括对于你们这些金融机构来讲，你们觉得面临的一些技术挑战主要是哪一些方面？
OK，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因为我们确实有看到就是来自新兴市场以及成熟市场大家的一个不同的包括交易的方式啊，还有重视的程度都会有不一样。像在成熟市场的话呢，大部分的金融交易的参与者，比如说经纪商 LP 或者 Hedge Fund Money Manager， 他们都会对技术有非常高的重视的程度。他们会有一整套完整的技术生态系统，技术的一个基础建设，比如说风控团队、风控系统，还有他们的托管，他们对低延迟的敏感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也是大家对于投资放的最重的一块。然而在新兴市场的话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市场的了解程度并不是很深，大家关注的更是 OK， 我要怎么样去获得我的零售客户，所以说我可能会投资更多去在市场营销或者我的前端的一些风控工具啊，或者盈利的工具上面去。所以大家对这个技术的基础设施的重视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也是我们遇到的目前的一个难题。在新兴市场上，我们希望去教育这些客户意识到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性，还有这个是你们拉开一个长期发展的一个差距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那对于我们就是回答主持人的问题，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怎样去让客户了解或者是学到这个概念，基础设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真正技术上没有太大的壁垒之类的。就是你们希望通过这个提供这个更好的一些技术的话，让客户的体验来说的话是会更加人性化，更加舒适度更好的，对不对？对对对，降低延迟，优化这个交易的执行表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好，谢谢这个您的观点啊。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这个 Wendy 的话，那在你们 Invest 看来的话，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这个开发市场的过程当中，包括金融市场里面，你们会面临类似像刚才他提到的这些挑战或者这些问题，或者你们遇到这些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我们其实是流动性供应商，我们没有太接触技术方面，但我们都会和一些全球最顶尖的一些技术商有合作，比如 PrimeXM。 我觉得除了技术，现在很多就像我的客户，他们大部分关注的是能不能技术商能不能第一时间提供服务，很好的服务。就是他们因为技术都是会有问题的，不管再好的技术它都有问题，技术商能不能及时的发现这些问题，处理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且防御这些问题，这是他们比较关注的。好，既然您提到了这个，我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说您提到了这个，您是这个流动性的提供商，那么这方面您应该是非常专业。那我想问的是，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个外汇市场里面，也会出现那种流动性的问题，比如说，突然间的这种像当年的这个瑞朗的这个黑天鹅事件，包括英国脱欧，其实之后出现的一些黑天鹅事件，包括美国的这个特朗普胜选出乎市场的意料这种流动性的一个事件，你会觉得外汇市场外汇行业里面说出现的这种流动性的问题，对比比如说像我们内地市场在2016年一季度的这种熔断，其实熔断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流动性问题，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话，如果去解决或者说对比之间的话，它有什么一些异同点吗？就在您看来。其实很多就是像黑天鹅事件，这些报价都停止了，大家经济上都会怪流动性供应商为什么拒我们单子。对，其实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都是银行，他们有自己的一级市场，不是说他们不怕你们赢他们的钱，他们怕的是你们扰乱这个市场。就在比如说一 millisecond 你放很多很多单，它会造成一个市场波动，所以银行才会拒单。所以我们会帮客户如何顺利的去把这些单子抛向市场，我们经常会和银行去喝咖啡，每周都会去吃饭，跟他们聊他们喜欢什么样子的单，怎么样抛给他们才能保证客户的交易执行更顺畅。
好的，好，谢谢您的这个回答啊。那么香港英皇集团的话，应该来讲这么多年在这个市场上提供的这个服务也是首屈一指的。那么我想问一下 Steven， 就是你们在做这个市场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们会遇到一些技术性的一些问题吗？就包括刚才他们流动商其实会遇到一些跟他们相关的，他们技术提供商会遇到这些问题，那在你们看来的话，你们在做这个市场遇到的从你的岗位上来看，或从你这个部门来看，遇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有哪一些方面呢？其实刚刚莉亚跟问题都讲的差不多了，我们遇到的问题大家都是大同小异的，只是在不同的角度，像主持人说的不同的角度看到的问题。那我就说的比较接地气一点啊，比如说我的客户他要求他的单子是在0.0几秒之内执行，但是他做的货币就是非主流的货币，对吧？那他一下子可能下的手术非常的大，那我就问流动性，我说为什么我的客户4秒才进了单子？那流动性回答的我就是说，哎，银行不喜欢这样的单子。那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最大的是什么呢？那我们是希望将来的市场里面客户的需求要清晰的告诉我，那这就是我们做市场的一个沟通跟客户之间。那我们也跟流动性去沟通的很清晰，我这个客户是一个什么样子类型的客户。但流动性在喝咖啡的时间也把客户的需求告诉银行，那大家在这个市场很清晰的时候，最后得益的就是我们的投资者。那我们的目的也是让我们的投资者更流畅的在这个市场里面做交易。那其实重点就是希望大家更透明的把自己要做的方式互相沟通清楚，沟通的快捷啊，那现在就微信或者是 WhatsApp 就能搞定的事情，就不要再发 email 了，对不对？好，这个我刚才听到 Steven 的这个回答，其实我挺感慨的啊，因为你刚刚在说到那个非主流的货币，我突然间脸有点红，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刚进这个外汇市场，我自己在做交易的时候，面对那一大串的那些英文，有一些货币其实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很傻的。我曾经做过什么土耳其里拉、南非南特啊，还有这就是非常偏的那些，所以确实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的话，投资者教育其实蛮重要的。你要告诉客户，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流动性，其实它是很差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交易。你这样十手这样一百手下去，那肯定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不是不能去怪说技术这边有问题，不能去怪说流动性这边有问题，只是你做了这个东西太小众了。打一个比方，就像大家都喜欢这个流行音乐，那么流行音乐就像我们的直盘欧美，它的交易量非常大，你非要去喜欢那种非常小众的爵士乐什么，那没办法，这个东西的话是跟市场是有差异性的啊。好，那么我今天来到这个现场的这个展会啊，我走了一圈啊，我过来的时候走了一圈，我发现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啊，虚拟货币挺火爆啊，你们外面不知道走一圈有没有看一看啊。那么虚拟货币这个火爆，我觉得可能是这是这几年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就区块链技术的一些应用。那么我想说明的就是说，你们现在到底是怎么去看待虚拟货币，或者说加密货币目前市场的一个火爆？现在可能我们一谈到这个虚拟货币和加密货币，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谈到这个案例，就是这个比特币。所以我想问一下 Wendy， 就是说您对待加密货币，或者说您对待比特币，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和态度？您是怎么看待加密货币的一个发展的？比特币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投机的产品，并不是一个投资的产品，所以它没有一个基础的价值。很多经纪商都会来找我说有没有对接比特币的流动性，我一般都跟他们说没有，因为我们公司不愿意去花那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个货币，因为它在市场上还没有一个非常成熟的结算措施，就是 Prime Broker 它 they don't clear it， 它没有结算，所以你怎么做呢？还有就是它的流动性是几乎没有的，都是做出来的。这让我想到很多很多年前郁金香事件，一朵郁金香的价值等于一套房子，其实这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现象。比如你作为一个经纪商，你要去把这个产品加到你的产品给客户，客户一般都会做多，当很多很多客户都同一时间做多的时候，你肯定要想办法把它做对冲抛向市场，那你就要做空，等你做空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浮动，很多的浮动的亏损，那这对于你公司长久来说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这是风险非常大的，虽然它现在很流行，但就像莉亚刚才说的，我们不想盲目跟风。那既然 Wendy 这样讲的话，莉亚你可能私底下跟他有很多交流啊，那你对待比特币的态度是跟他是一样吗？就是或许你们跟巴菲特都是这么想的，这东西完全就是一个泡沫，不是有任何的一些价值吗？比特币的话，或者说是数字货币、加密货币这一块，其实从我们技术商的角度来讲，这个跟我们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它只是一个新的一个 CFD 产品的形式而已，因为我们自己是不涉及交易的，所以我们可能作为技术商会有一些后置性，所以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一个消息看待比特币。不过在我自己来说的话，说实话我对这个产品不是非常了解，如果我要想去做一件事，我一定要把它挖到知根知底，我才会去做评判，所以现在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不是最好的时机来做一个评判，但是我还是要就是奉劝大家，有新鲜的东西可以学着去学习去接受，但是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尤其是投资方面。对，当然有一个观点我是认同的，就是说大家不要把区块链技术等同于比特币，这不一样。区块链技术的话，我是特别赞同，区块链技术是未来一个技术的一个非常大的方向。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无论你是研究技术还是流动性，你会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技术。比特币其实只是一个区块链技术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应用，我们不要把它划等号。当然，我其实想要再问一下 Wendy， 就是在您看来，因为您刚才有提到，就是说有公司有客户来咨询您能不能提供这个流动性比特币的，那在您看来，外汇的这些做外汇的这些客户，这些他找你们要流动性的这些客户和这些做比特币的客户，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异同点在哪里？在你看来，其实对于经济上来说他们没有区别，他们都只想赚钱，但是作为投资者的话，一个是投机的投资者，一个是投资的投资者，投机的投资者在这个市场上都不会活很久，投资的话才是比较长远的。啊，我是理解的。那我想问一下 Steven， 您对于刚才我们所探讨的这个加密货币比特币，首先我换个话题，您认为比特币或加，不说比特币，就说加密货币，您认为它会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吗？其实这个观点呢是很反复，在我心里面不停地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是很极端的，就是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种，我也认为它是一个很差的品种。那当然就取决于最后市场是怎么看待它，在可能未来的一个月两个月，大家可能会觉得它的价格跌到了某一个位置，它就会被认可。那其实在我看来，比特币，我就说好的，先说不好的那一边吧，对吧？我先把不好的给说了。比特币不好的东西就是说，普通的投资者很难去参与这个比特币的买卖。首先一点，它的整个结构是怎么样子？你说区块链，区块链，我念三遍我也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我给你看一个三十分钟的介绍，比特币的区块链是什么，你也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也可能不知道。当然，徐老师刚刚讲了一个区块链，我相信我等一下下去我还要问徐老师区块链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自己看了很多相关的材料，我都对区块链还是一知半解，坦白讲。那结果就是比特币、以太币任何的ICO 之后的货币呢，出来加密货币出来之后，都是基于人们对这个货币的一个信任，他对这个货币的交易流动性有没有这个东西。那像现在的这个比特币的差价，可以看到中国市场香港是最大的比特币的交易市场，大家可以往那边湾仔走，就可以看到你可以拿钞票直接在机子里面买比特币。那你怎么卖呢？中间的差价是多少呢？你开户的，你在那边开一个账户的这个需要的资料是什么呢？很麻烦。那你跟别人交收的时候，你是先给钱才给币，这已经是比特币的一个行内的一个规矩，先给钱再给币。那我先给了你钱，那中介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游戏的规矩还没有是一个让政府让银行认可的一个方式。那这个点是我觉得我不好意思说了不好的那个。那再说好的方面，那你可以看到一些欧洲啊、美国的国家在比特币上面做这个
零售服务，比如说你可以买可乐买什么东西。它就是加密货币在普及了之后，人们认可了之后，最平民最平民就是你看到在上海的一个推着垃圾车的一个大妈，她在用 iPhone 7，就代表 iPhone 7普遍了。你看到她用加密货币在小贩那里买东西，就代表它普遍了。接下来才会被有权威的机构去认可，投资者才会去投资。那现在台下有我的合作伙伴，也是我们英皇的同事啊，那边有一个李总，那今天早上也在问我说，有没有平台？我们公司有没有英皇集团有没有比特币啊？暂时还没有。那别的平台啊，杠杆是多少倍啊？3倍、5倍啊？还有平台是50倍，那一天涨跌幅是10%到40%之间，我再加个50倍的杠杆，你敢不敢做？啊，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商机。那我只能告诉你，你真的是非常极端的一个货币。你能看到它今天可能走出去，我们来的时候是10000多少嘛，对吧，徐老师？10600多。昨天晚上是11000多，两个礼拜前是19000多。我再给你加个50倍的杠杆，你敢不敢做？所以大部分人都是在等的。那实际上去做加密货币买卖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规矩，比如说我这一个小时跟你买，我就锁定了这个价格，同时我会在你卖给我，你会锁定一个卖出价。我会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买入价那边给它卖出去，他们是这样子做一个流通。所以这个货币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就像徐老师说的，目前还没有到裸泳的阶段，对吧？还是在观看，还是在想这个货币到底能不能做，区块链到底是什么，会不会被认可？那既然政府不认可，他是不认可呢，还是怕这个货币影响到一些政策呢？我们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是很极端的，还是再等等吧，对吧？好，谢谢 Steven 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确实我觉得就是说关于比特币现在这个观点，我讲一句实话啊，让我感觉有点像这个去年2017年的这个中国的内地的一个 A 股。哎，在座的各位，你们都在香港的话都比较清楚，去年2017年你们做港股可爽了，因为港股去年确确实实一个比较明显的大牛。但去年如果2017年你们如果是在内地做 A 股的话，你很痛苦，因为你说它是牛市它也是牛市，你说它是熊市它也是熊市，因为 A50 上天了，要你命上天下来了。就是你买中了，比如说你买中了茅台，你买中了几大银行都是往上涨的，你买的如果是那些中小创业板的话都是不断的往下跌的，我称之为叫冰火两重天。实际上现在整个市场对于加密货币或者说对于比特币的观点，我觉得也是冰火两重天。在央行的这一侧，其实我觉得在座的几位啊，不包括我，你们几位其实是偏传统央行这一派，就是因为比特币有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过程嘛，所以央行是反对的，因为本身我们的货币是需要国家来背书的，人民币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嘛，美元靠的是美国政府嘛，所以货币本身背后它有一个国家主权的背书。那比特币的问题就在这里，它没有，你难道用电脑给它背书吗？对不对？没有东西给它背书，但这也是它最大的优势。由于它没有东西给它背书，实际上你看货币，你说我如果今天中国央行发疯了，我多印一些钱出来，人民币就超发了嘛。但比特币它数量是固定的，这电脑的算法算出来，它就是这样的，不会人为去控制。所以我觉得它好的，就刚才我们说的是反对的，另外一派。其实我这几年也有接触一些炒币的这个圈子，你们有机会多去接触一下，挺有意思的。炒币的这个圈子的这个想法、思维逻辑和方式，我可以跟大家讲，跟我们正常人完全不一样的。台上四位包括我在内都是正常人，但是你们可以去接触一下炒币的这些人，他思维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但我现在其实的观点跟几年前有点不太一样。我以前的观点可能跟在座很多人一样，会觉得挺反感这样的东西，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郁金香泡沫。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记得我几年前去浙江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当时比特币其实还不高，但我当时已经知道是一个泡沫了。但你发现那个泡沫它将来还可以是一个更大的泡沫，你以为现在是一个更大的泡沫，它明天还可以是一个更大更大的泡沫。你不知道人类会把这个泡沫到底会做到多大，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对区块链，我们面对比特币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的无知就像放到20年前，我坐时光机跑到20年跟你讲，20年以后我们的互联网会这么发达，物联网会这么发达，你是无法想象的。因为在20年前你会觉得互联网怎么可能用个微信，用这个东西直接可以这样支付，你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我现在这些观点其实挺包容的，我觉得你们说的也对，我觉得他们说的也对，真的
当然这是我们做分析师的本质啊，涨也对，空也对，两边反正都对，你问我应该怎么做，逢低买入，逢高做空嘛。好，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回到行业啊，外汇市场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无论大家做的是流动商技术提供商，还是这个做这个平台，其实除了外汇这些主流以外，还有一个品种其实这个交易是非常活跃的。所以我想要问一下 Steven， 在您看来，黄金投资包括白银投资这几年其实也是一个大热，你认为这个贵金属交易在这个我们市场里面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相对于这个外汇市场，就贵金属的这个交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去年2017年跟之前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呢？新的变化倒是不太觉得哈、啊，新的变化倒是不太觉得，但是，黄金市场呢，在2017年就是美国加息啦，包括刚刚徐老师讲到的特朗普的事件啦，脱欧的事件啦，对于黄金的影响是绝对直接性的，绝对摧毁性的一个影响的。那其实黄金的杠杆交易在我们的公司英皇金融集团，那相信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我们更希望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方式呢？因为投资者的教育做得越多的时候，我们希望客人在市场里面是一个了解这个投资产品所以我们也有专门就是跟一些技术方去做合作让他们了解这个产品它的本质，它是从哪里来，它的产出，它的一些很细微的东西，甚至是一些生产商这个叫什么加工商就是国内的深圳水贝的一些加工商，那我们的珠宝客户他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产品，那他们怎么去利用黄金交易的这个工具对他们本身实物的一个需求，对吧，也锁定一个价格，就像一些大的贸易商可能要去银行做一个对冲，对对，是大概是这样。好，那么温妮，在您看来的话，因为您是作为市场里面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提供商，那在您看来的话，所接触的这个客户里面，贵金属的这个流动性包括外汇市场的流动性，在您看来您是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观点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 Invas 我们专注的就是黄金的流动性，我觉得这几年贵金属它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它的交易量越来越大，每个月几乎都是比上一个月更多它的交易量，而且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它有个地区化的转移，以前都是香港和中国的交易量，黄金的交易量比较多，但从去年开始慢慢有很多公司都移到东南亚地区，比如泰国、柬埔寨这些地方，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还有黄金以前大家都知道它的流动性并不是很充足，但是在2017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非银行进入了这个市场，接收黄金的流动性。以前银行非常不喜欢黄金这个货币对，因为它的毒单子非常非常的多，很多人都喜欢用黄金扰乱市场，因为它的流动性非常不足，但非银行介入之后，它的流动性扩张了很多，现在我们的70%-80%的单子都是非银行在接收的。也就是说相对来讲，它现在的波动率不像是以前那么的疯狂是吗？并不是说波动率，是它给市场造成的波动没有那么大，大家都能更放心的去做这个货币对。哦，好的，那在您观察下来的话，您觉得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导致的，就是说现在的黄金的整个交易量从传统的这个说中国内地市场或香港慢慢的转向这个东南亚，是因为成本问题吗？人力问题还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怎么会出现？因为您如果说提到了这个是纺织行业啊，提到加工制造业，我特别能理解，但我就是觉得您刚才说到这个现象，在您看来您觉得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的它有出现这样的一种转移，反倒是东南亚现在的这个交易量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因为东南亚它是属于一个新兴市场相对它的这个增长的一个潜力，对它增长潜力非常大。这里包括印度吗？您说的东南亚只有印度也有。好，
我想问一下 Leon， 就是说在您看来的话，就是说贵金属交易的话，这个您所接触下来，在技术方面你们在提供的话，跟外汇有区别吗？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些技术支持，还是说其实在你的眼里的话，这个外汇品种、贵金属品种，这只是一种品种，没什么太大的区分呢、区别呢？对，基本上是这样的。对我们来说的话，无非就是多增加一个品种，我们可以来保证这个流动性的接通，还有这个执行交易可以进行执行。对，不过呢，我觉得刚才 Steven 有讲到一个就是实体黄金的交易，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我之前都没有想过。然后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更偏向于类似 Wendy 的角度，就是说我们是从一个交易的角度来看的。那作为一个技术商的话呢，我们 PrimeXM 全球有超过250家的一个客户，他们包括有流动性，也包括一些经纪商。在我们看来，尤其在2017年，可能从3月份开始就有一个黄金流动性需求的一个猛增，基本上很多的一些经纪商客户就来跑过来说，哎，利亚，我们现在需要对接流动性，谁可以给我提供很好的黄金还有白银的流动性？而且我发现大多数有这个需求的客户，他们当然原动力是来自于就是散客，就是 retail 这一块的，但他们的交易的一个策略非常有意思，他们全是大笔的订单。我经常有客户说，我要一个 LP 可以一次接我一个800手的一个黄金的订单，对，就会有很多这样大的一些订单的交易的一个需求的产生。那对于我们技术商来说的话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反馈给我们的 LP 的这个客户还有合作伙伴，让他们来做一个 LP这一块的报价的一个调整。那报价我们是指哪一些呢？一个是指点差，还有一个就是深度，所以这两块是要进行一个调整的。在我们就是以一个技术商的身份呢，就是协助大家从技术角度来可以达到实现这个大笔的交易的订单来实行。对，好，您刚才提到的下800手我是没有办法想象，但前段时间我干过一件，在洗澡之前下了40手，那个澡都没法洗了，我跟你说，挺刺激的啊。当然说到黄金这一点的话，我倒是想要表达一下这个观点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圆桌会议不是说有关，但我是觉得因为我作为一个分析师，我想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黄金的机会。为什么呢？你们要观察到一个细节，今天在台上的三位，一位是流动性的提供商，技术性的，以及这个英皇是做这个服务，包括这些平台，你们难道就没有发现他们刚才对于黄金的一个观点，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已经有比较先知先觉的一些资金，包括订单交易量在猛增。其实我综合下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包括我研究的一个方向，可能我们正在面临一轮新的黄金的牛市的初期，现在是初期，但是没有人意识到。因为我记得最清楚的黄金的上一波牛市最疯狂的那段时间，是美国的3A评级居然被下调了，那当时的黄金是1400、1500、1600、1700、1800、1920，那一段时间基本上分析师这个小时写了报告，下一个小时直接撕掉。为什么呢？你写了一个阻力位它立刻给你突破，你写了一个阻力位立刻给你突破，到最后我都不写阻力位了，因为我觉得写了没有意义，每天都在创新高，然后涨到了2011年的9月份，涨到了这轮黄金的最高点1920美元每盎司。当然，这个代价是惨烈的，从2011年走到2011年黄金见顶之后，一直走到了2013年、2014年的话，黄金这个1046经历了一波很明显的牛市。那我之前有做过报告啊，我认为这个1046这个低点很有可能就是黄金这一波的最低点。目前黄金的报价，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报在1330左右。我是认为今年2018年黄金会有一波级别比起去年2017年更加大级别的行情，所以有可能我们要开始进入一个黄金比较明显的一个牛市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啊。大家都是有身份证的人，不要等一下买了黄金被套来找我啊，我不负责的啊。好，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啊，其实说到这一点，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观点，因为我是一个分析师，我做的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其实是投资者教育这件事情。那我倒是想要请问在座的各位贵宾，就是你们在今年2018年有没有一些投资者教育的一些经验，或者说有一些计划想要跟我们分享呢？我们从念开始吧。你们有没有一些常规的做一些投资者教育啊，或者说今年有没有一些计划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其实就是教育还有信息的沟通这一块一直是我们 Prime Exam 的一个重点所关注的地方，因为我们的客户真的是遍布全球， cover 在不同的地区，还有他们的成熟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一些交易不公平的现象往往出现在比如说是一些新兴市场，而追其根源就是因为一个知识的不对称，那可能就是说可能 LP 的知识比经纪商更丰富，经纪商的知识比零售客户的知识更丰富，所以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易的不公平的现象。那我们作为一个就是拥有一个全球资源的一个技术商的话呢，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把这个信息给公开透明化，然后协助不同的地区的客户来做一个信息的一个分享和交流。我们可以把比如说新兴市场的一些需求传递到一些成熟市场，也可以把成熟市场的一些经验然后来传递到新兴市场。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个 PrimeXM 的社区，我们现在也是有几乎300多家经纪商，还有流动性，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技术商，前端后端的一些技术商都是我们这个社区的成员，大家在一起可以就是说有需求我们通过 PrimeXM 这个资源库这个平台，然后大家来寻找需要的一些不管是供应商也好还有需要的信息也好，对，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 PrimeXM 社区来作为一个教育的一个方向。那我自己的话呢也是有跟一些媒体有合作，然后做一些主笔或者是顾问之类的来写一些硬知识的一些推广一些小文章啊之类的，然后从我们公司的角度我们也有自己内部的一些小论坛，我们会有一些 webinar 之类的，然后今年的话说到计划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即使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一起来协作做一些线下的一些展会和研讨会等等，对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还有一些热门的话题都可以来进行研讨，对。好，那么 Wendy 从你的角度的话，我觉得可能你们的是不是你们的投资者教育跟我的投资者教育还是不太一样的，我基本上还是直接接触到客户，在你看来是不是你们作为流动提供商的话做的更多的投资教育是面对这些经纪商做的一些教育吗？还是说跟我们会是？对，因为我们不做散户，我们的客户都是一些机构、对，主要是经纪商。其实经纪商来说他们对流动性甚至银行一级市场这个知识还是有一些缺乏的，就像利亚举个例子，利亚之前说有客户要一手就是一下子下800手，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客户他要一下子下500手1000手都有，其实这些并不难，难的是怎么样告诉他们，怎么样让他们知道如何去正确的把这些单子抛向市场，这些流动性的需求都是要提前跟我们沟通的，我们都会定制这些流动性，如果他想随随便便就在任何一个平台下这些单子那是不可能的，都要提前沟通，而且我们会给客户提供一个交易执行报告，就像比如上一个月你们抛的所有的单子哪个银行接收了，哪个银行拒绝了，哪个银行花了更多时间去把它抛向市场，这些我们都有一个报告可以显示出来的。好的，这个也跟您确实学习了一下，因为毕竟我们接触的这个客户群体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 Steven 您这边要是做这个投资者教育可能跟我就有点比较像，因为我们交叉的相对会比较多，那么这么多年香港英皇金融集团其实也在做很多投资者方面的一些教育，那您对于这个整个2018年的这个展望的话你们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计划吗？其实我们集团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2016年、2017年已经陆续的在英皇金融学院在这个我们中国的全国各地开始慢慢的这个做各种的培训。那英皇金融学院呢是由香港理工大学伟润协办的一个金融的教育一个叫的这个金融教育的这个学院。那主要我们聘请的这个导师呢都是有相关的这个执照经验。然后一开始呢我们是在理工大学里面做一个培训的慢慢我们去到了不同的国内外的一个国内的最主要还是国内了，国内的一些机构啊，一些其他的平台的一个合作啊，其他的媒体的一个合作，主要是给投资者在接触到这两位之前的
在我们这边通道的之前，他们比如说他要下800首，他可能要下个100首，那我们要告诉他啊，不要这么做，或者是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要怎么做，对吧？然后会在技术层面上包括一些 K 线呢的一些教育啊，我们有专业的导师，从股票到外汇到期货因为我们公司涉及的产品比较多，各个方面的我们都会去给投资者做一个教育。那今年我们也会陆续的开办更多的这个课程，希望将来会有跟168这边有合作到。我们一直有合作啊，你不知道吗？有合作，但是也希望有我参与嘛。对吧？然后呢，在后面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会以更多以英皇金融学院那在国内做更多的投资者教育当然我们也会有相关的证书，由香港理工大学委任颁发的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像刚刚我再多说两句，像刚刚温迪讲到的也学到很多，当然跟两位沟通也学到很多。温迪讲到的一点就是我们马上回去就要找我的流动性，问他们拿报告了。好，原先没有是吧？对，我在你抛哪里去了是吧？是，好，那个当然最后一个问题抛出了，也问一下 Steven， 因为我知道您在英皇这边也是 VP 啊。那么您其实现在因为地球是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时代嘛，所以我们是一个地球村，您应该常住在香港啊。对对。那么，其实我想要学习一下一些。我现在在座各位有很多可能也有自己的企业，学习一些管理的经验。那么我想问的就是说，你们内部集团是怎么去协调？比如说你这个香港的团队、上海的团队、悉尼的团队、纽约的团队，你们有没有一些经验去给我们分享？就是说你们相互之间是怎么去高效的做这种协作呢？我相信在您的角度的话，应该能够分享一些案例给我们，特别好。首先呢，我就是被管理的，因为我上面呢还有总裁，上面呢还有我们的这个董事杨立成先生，杨受成先生，所以那我就站在我们集团的角度去分享这个东西，好吧？我们集团呢跟国内的一个资讯平台叫做十方鼎富，那已经开始有在一些战略方面的合作。那也是希望在这个未来的市场里面更多的去接触到这个互联网上面的客户那具体呢还是在我们公司的高层去跟他们做沟通的，那我负责的只是市场的一个。那如果说在互联网怎么去做一个管理的话呢，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要引申到另外一点呢，就是到 CRM 的一个后台了。那很多东西呢，我们在上面批下来的一些我们 compliance 我们的合规批下来的一些东西，那我们要分派到给我们每一个支点的我们的代理，我们的分公司，我们的分办事处。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要跟那边的负责人说，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是怎么做，你马上要去执行。那在香港来说呢，这一点是非常的 strict 的，就是非常非常严格的。那公司给到我，那我很生气，那我给到下面的这个负责人，下面的负责人跟我很生气，负责人给到代理，给到 IB， 代理很生气， IB 很生气，但是没办法，这个就是规矩。那我们沟通的方式呢，都是以公司的角度出发，那希望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运营的团队呢，都是站在客人的角度思考，很生气的同时，也站在公司的立场去思考那我们的你说怎么去管理？那其实只是把命令给传达、理解，不停的去磨合。其实还是你们建立了一套比较不错的制度。因为有制度的情况下，大家即便是去 complain 呢，其实也能理解这个东西的运营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那这方面 Wendy 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案例呢？管理方面的。我们总部是在悉尼，我们的公司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是做全球流动性业务的，我们公司每一个员工都至少会两三种语言，不然是进不了我们公司的。我们整个公司加起来有来自十几个不同的国家，语言也有几十多种。不管地球任何一个国家打电话来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用他们喜欢的语言跟他们去沟通。然后主要我是负责大中华区的，我一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飞，但有一半的时间都会回去。因为不管你用 email、微信还是 Skype， 它都比不上面对面的一个沟通。
我可以把客户的需求第一时间去给我们的公司的人员，我们也可以把银行那些流动性第一讯息带给客户。嗯，是，我其实也挺认同，就是说互联网技术不管它再怎么发达，其实还是不如就像我们今天四位坐在这里面对面跟在座的各位面对面，因为很真实嘛，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做培训，我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在互联网上去跟他们做沟通交流，跟在线下做培训面对面交流完全不一样。人其实还是一种就是面对面沟通交流，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共鸣的。那么Lian，您呢？您这边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呢？我们在目前2018年我们已经在全球有就是7个分部了，包括 cover 在欧洲，然后中东，还有包括亚洲东南亚我们都有。然后沟通的话呢，主要靠心灵感应，其实开个玩笑对，我们有自己的一些系统，就是内部的一些沟通系统，所以我们会把一些信息啊之类的统一到一个系统里面去，所以大家在任何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 login 去这个系统，随时获取一个最新的一个信息。而且我们也有当地的一些技术支持，还有一些说当地语言的一些客户经理都可以及时的协助客户的一些沟通方面。对，嗯，好，这个可能就是刚才这个 Steven 提到的个 CRM。那当然我觉得 CRM 这种东西的话，每个公司可能部门都会有啊。当然我觉得在整个行业里面的话，无论管理团队也好，还是做自己的事也好，其实沟通这件事情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想我们因为今天是第二天啊，我们这个分论坛的这个整个演讲呢，整个分享我想就到此结束。那今天也特别感谢三位嘉宾，也以及感谢我们在座现场在收听的每一位听众啊，希望在明年2019年这个 IBEX Expo 在做这样的活动的话，你们还能够继续的到现场支持，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今天这个分论坛就到此结束，谢谢。谢谢。谢谢。